如果让你恶搞整蛊一个圈内的好友，你会选择谁？汪哲成啊。汪哲成。独立的时候，我和那个肖战经常整蛊他，就是骗他说，哎，我们那个就是其他几个小伙伴昨天出去玩了呀，然后他说啊，你怎么没有叫我？教你吗？哎呀，昨天那个可好看了，那个电影就是开头讲的是什么什么，然后他可以就是气一下午，特别生气那种。他是真的会相信的那种，相信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逗他。